哇，这个笑容啊，简直就是天使的微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王，我的魔丸与你分享。今天呢，要和大家来拆盒把玩式抬头出品的雷姆可爱天使。正如其名啊，本款雷姆的可爱程度是直接拉满，细节动作也可谓是十分俏皮。在面向方面，不愧是天使的笑容啊，看完之后整个身心都被治愈了。前发这里呢是一个透明零件，整体都带有渐变涂装，就是发丝细节啊有些偏肉。透明零件的光环啊连接处比较细，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在服装方面运用了大量的透明零件来去体现服装轻柔通透的质感，边缘处有着蕾丝细节的点缀，可爱当中啊不失性感，这一点在袜口上尤为的明显。细看之下，在零件上还有着相应的纹理细节，不会让整体啊显得过于单调。身后的翅膀是一个软胶材质，有着不错的锐度表现，腿上的小白丝很有一层消光漆，很好的和脚上油亮的小皮鞋进行了区分。地台呢是一个白色的半透材质，显得非常低调。那以上就看完了本款精品的全部内容啊，全高23厘米，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看出来了，其实呢这就是之前小恶魔雷姆那款的改模换色，两者相对来说我还是更喜欢手里这一款。那以上就是本期魔丸分享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多多点赞。我是武王王，如果有下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